嗨，我是海妈。在3月13号左右，我的这个棕黄不朽球会迎来它一年一度的全盛。垂丝海棠雪片莲，浪漫制造机啊！连蔬菜花园的迷迭香都开花了。开到尾声的喷雪花，你看，哇！对不起，笑狂了。白娟梅，苗氏先开花，第三年复花；板根第三年开花；花酒第三年复花。从去年11月份直接开到现在的垂桐，太令人感动了。我觉得它不知疲倦，还在起着新的花苞。嗯，太油腻了。你看，哇，好美呀！一定要有个框才能感觉到花园是一幅画。还有我这一颗巨大的全部绣球。观众海妈陪你种花，拜拜。